吃八方。约会哦？没有，在读书了。叫我反卷，因为我是狗卷的接班人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？你不知道？你没看《咒术回战》啊？没有，他就这样子啊。吃八方吧。这是咒言，就是我喊出来就会实现那个东西。副作用就是你喊的东西越强，喉咙受到负担就越重。他打坏人的时候都是这样。飞走吧，停止吧。等一下，旁边很多人在看我丢脸。你也知道丢脸了。老样子，我要十个辣味水饺。先结啊。好，先结。结账吧。我真的觉得你会被打。你说什么？不，你要不要喝星巴克？哦，我不喝星巴克的。你要喝星巴克？我有抽到那个券啊。不用抽啊。你要请就是。好、哦，好、啊。说要请我喝星巴克，我请你们喝八方云杰豆浆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干杯，干杯。我找这个不拿吸管，弄爱心球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丸子汤。丸子汤海带太多了吧？你生日、啊？没有啊，没生日啊。韩国生日不是要喝海带汤？靠腰、欸。他的料给的很不错哎。对。辣味水饺，我来这边都一定是点十颗辣味水饺，那十颗辣味锅贴，我的基本操作。要不要长这样？靠腰。给大家看一下炒爽，炒爽就是辣味馄饨嘛，香菜很辣，很好吃，辣，好吃吗？味道很辣。你今年满十八？对，跟我一样，我是今年满十八。你是今年满四八吧？好呀，也太大了。谢坤达才刚四十，我以为他是刚三十。保持很好，看不出来。蔡康永六十，好点。他谁？蔡康永不知道。蔡康永跟小 S 演主持那个。我知道，你刚讲那东西我也没看过。刚讲你没看过？没有啊。那你知道小 S 是谁吗？谁？小 S。我只要听到，可是我不知道他谁。你跟我弟差不多耶，我弟也都不知道艺人。你是暑假买新机车，就看你的车。哇，那是照片。我看他骑那么帅的，那是假面骑士啊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现在那笨笨的小可爱是谁？你看模仿狗卷说吃饱了，吃饱了，然后咳嗽。好棒！我问你，今天八方云集感觉怎么样？就普普通通啊。好、哦，你最喜欢八方云集的什么餐点？八方饮店员，这是他说的。好、哦，八方饮店员，满分10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80。八方云集，你最喜欢吃他什么料理？鸭卤饭。八方云集有卖鸭卤饭了。满分10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95吧。八方云集满分10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90。你最喜欢吃他什么料理？锅贴。原味的吗？韩式。满分100分，给他几分？95分。那你LINE里面那个小宝贝是谁？靠腰、喔。要剪啊，干。好，以上是今天晚餐，我整体给他90分，扣10分，因为今天鼻子说今天店员很可爱，但他没跟我讲是哪一个，所以我今天没注意到。我没有讲啊，靠腰、喔。那你觉得今天店员可不可爱？我没有看店员啊。那是不是啊？他是说后面那桌的。